大家好，我是中国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副总裁于可。凤凰机场在2012年获得了亚太地区最佳进步奖，是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，也是 ACI 及全部旅客对我们服务质量的高度认可。凤凰机场获得最佳进步奖不是终点，将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我们将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和优质的服务品质，为旅客提供更加温馨的服务。谢谢。